德国跟我请来了史蒂夫，今天我们要玩一个新的玩具，看好飞起来了。喂，猪猪侠，你不要飞得太高，小心摔到你。哟吼，不要摔到，哎呦哎呦，还好我机智灵敏，没有被摔到。你是没有被摔到，可是这个史蒂夫，你看他没气儿了。哎呦，这不是我干的。不是你干的，难道是我干的吗？去你的。别担心，它只是方块的，一会儿就会好了。来，把你的手给我，我也来飞一下，准备好了。哟吼，啊，这个玩具真好玩呀，拿着它我们就可以飞到天上来了。呆瓜哥，你可真没用呀，这样都能摔到，还是让我开这个大的无人机带你去玩吧。看到了吗，这也是一个无人机，我只要坐在这里，我们就可以飞起来了。喂，猪猪侠，你能不能让我也来开一下呀，这么好玩的玩具你就一个人玩吗？可玩了。喂，你开慢一点，这个史蒂夫又被你甩趴下了，再甩他等会儿都要吐了。什么，他要吐在我的飞机上，这可不行，我要把他扔下去，还有他这一把宝剑一块扔下去，这样就不会吐在我的飞机上了。回到你的我的世界去吧。喂，猪猪侠，你怎么能这么残忍？是你说的，他要吐在我的飞机上我才扔他的。喂，有没有搞错，我只是说他会吐，没让你把他扔下去吧。